有推出不同的家福娃娃。不过呢，我们因为每一个月都有一个限定版本，那我们现在是八月跟九月的时间，我们现在先推出八月的。那八月的呢，我们有推出了空服员版本的，还有迷彩陆军的，只要捐款800元就可以得到一只这么可爱的娃娃，而且它是手机架哦，还可以存钱。